太久没来松江南京了。对，我是刚刚列车到了111年2月10号，那个台北捷运，我捷运，然后我看一下什么，台北捷运双星列线松江南京的7:57。我们的是开往的 C38 型544543边左，开往台电大楼，出台电大楼，关闭车门，上台电大楼的高亮熊刚刚刚我是杰文鹤，在松江南站，关闭车门准备起。拜拜。不过下面干嘛咱们都钓不到就好，来自再见。302次哦，就这样，再见。